尽在运通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晚，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哦。那利用礼拜一到礼拜天，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，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。那因为在节目一开始嘛，刚下单迄个涨礼拜天，要么就看礼拜一。那昨天呢，所有啊、有来我们上课啊、我们讲座上课的所有的朋友，那最主要就是在晚上上课，几乎高霞弄回完。几乎啦，不过今天不是会员，那感谢大家支持的。那整体上台北股市，我们看一下目前哈，目前刚开盘在12:04:45，对不对？目前报在9776点。好，那各位一定很想说啊，今天你是安怎看？啊，今天尾盘是看往上还是往下？我们今天换个角度哈，就是你跟我，好，咱这样换一个角度，咱先卖关今天日，伊是要起，或者是要落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换个角度，就今天这一秒钟，好，我们就这一秒钟，假设你要放空，你呢，你就这一秒你要放空，然后呢，你就一直空到这礼拜三，今天礼拜一，明天礼拜二，后天礼拜三，哇，我就要做多，安心没？然后呢，我就放到礼拜，明天礼拜二，后天礼拜三，然后不管礼拜一大涨，礼拜二再涨，或者是礼拜二大跌，礼拜三再跌。你跟我，我这样要讲的是，你甲我，既然咱两个都大赚，安尼听好未？你讲啊，你只要乌白讲，小伟，你莫个乌白讲啊！我没有乱讲，我再讲一遍吼，全体会员，请你把上个礼拜六的研究报告拿出来看一遍。啊，那么在昨天礼拜天，哦，我们在桃园的讲座里面，几乎全部都是会员。那么我也告诉你的，为什么？我认为一个专业的从业人员外行亏，不是带你去拼行情呐、啊，因为拼不会拼对的，拼错的几率绝对大于你看对，绝对较大啦。你们人家在讲三月份上万点啊，对啊，万一是这个礼拜就上万点，没有两种情况嘛，一个是真的三月初上万点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搞不好这个礼拜就上万点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啊，这个礼拜就暴跌啊，啊三月份呢崩跌啊，谁知道的事，没人知啦。好，纵使你猜到了，啊三月份上万点，啊真的上万点了，我想要问你就讲，啊你赢多少？不啦，啊你赢多少？啊有赢到不？啊有做到不？这个重要了，一个从业人员不是带他的成员去拼行情，任何拼行情。我感觉你都要做生意的，骑机车要干什么？你说要加油门啊？对啊，要加油门啊。开车要干什么？你说要踩油门啊？错了，骑机车要戴安全帽啦，开车要绑上安全带啦。这是一定啊，这都不用说啊。回家的第一件事呢，一定是洗手啦，一定的啦。你只要洗手，你们家大大小小都不用看医生啦。回家第一件事，吃东西之前，你就是洗手，不是用水洗，啊用肥皂洗，用水洗不好。我再讲一遍哦，本来你在操作股票买股票，你操作指数，赶快，你一定爱做到。然后呢，就是爱全胜。什么叫全胜？每一该出手，每一笔都爱敢赢，每一笔哦，不是那种不死的哦。我再讲一遍哦，全体会，哎，我讲。包括咱讲讲座，几乎90%以上拢会完。我可以乱讲吗？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当冲一个点位吗？难道我们有两个当冲吗？然后我们有两个点位吗？然后我们有当冲指标、有短线指标、有波段指标，有吗？没有啦，我们就只有一个指标叫5分钟 PSI， 这样子才会赢啦。不是讲我跟你论述模组，我给你十几种操作模式，你要做赢。啊，小美啊，今麦到底是咩那款？我要讲的就是，你今天你就这一秒钟进场做多，明天台北股市大跌，后天台北股市再跌，破底，结果你的多单大赚，安听好未？或者是你这一秒你甲放空，明仔载台北股市大起，后日佫大起，
结果立马大赚，利用这些税改，那我就得逮起。你把研究报告拿出来看。至于，来，我给你看时间哈。但是我把内容要贴起来了哈，拍谁哈？来，这给哪里拉近？看我的大拇指。这都这在一点二十分，无对吧？我不能给你看了，给你看我就违反规定了。好，今麦是咪十二点零五分？我跟你讲，不管台北股市明仔载大起，后日继续起，还是明仔载大落，后日继续落，你一定来呀。啊，你听好没？不是，我们在这个市场不是来赢的吗？难道是来输的吗？那是要来赢的，要来赢，你在等什么？等破坏？没有破坏，你不会赢呐。你说我去跑步，我去练健身，你会长肌肉吗？不见得嘞。你打刚稳，我每天运动啊，我肌肉啊没长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破坏啊。你要运动到整个肌肉被破坏掉了，新陈代谢才会长出新肌肉出来啊。你刚刚那运动有好哦、啊？我听你嘞哆来咪，不可能的。运动是要运动让它破坏的，那操作呢？操作你要等它整个格局被破坏的，啊，你有叹气啊？什么叫破坏？我们在过去一再跟各位报告，为什么叫反转指标？因为你相信同样的事会发生，什么意思？下面给我破坏。你只要回答我，加起做多啊，半空安尼的话，没有这个，这里是做多还是半空？这里记得掉。因为小耳明看工嘛，怎样加起半空？对不对？啊对，啊加嘞，不是啊加嘞，啊我小耳明叫你阿伯喂加。是我有没有话有什么差别？不然，如果你是这里，为什么你要空？为什么你这里要空？因为这个点，假设正乖离够大，符合了一定要反转向下的要素了，对不对？或者是 PSI 达到反转点了，它就一定会跌，跌到它要反转了，你要做多。你相信这个最高点到了。它会跌，所以这个点呢，你就会去空它。你相信 PSY 已经负五十了，它大涨 ；PSY 负五十了，它大涨。所以当 PSY 再度负五十呢，你就你也过去做赶快的代志，啊，就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就持续全胜。我要讲的，基础都安尼做，第一爱单纯，你不能几十组。那几十组，你只要回答我，你要做第几组？你要做第几组啦？你怎样要做多几组？你问恁老师，我告诉你，他保证不知道。他节目上后来讲的，跟盘中的发简讯给你的，他都有发。但伊十几组，伊家己嘛唔知要讲多几组，还是收完盘我来对哦。今仔日加半空，对不对？啊，加明明有做多，伊嘛唔敢讲，他一定要等到收完盘，而且看最低点在哪里。那个叫诈术，有什么意义？你说今天该怎么看？今天呢就这样子看。好，来，各位朋友哈，拉近，这是今天早上哈。今天加权指数它的底线，高清七八七十七点，都安尼样。今天的底线在9774。好，为什么是9774？来，包括昨天你有来上课的一样哈，你再看一次哦。你张五来上课哈，你再看一次哈。昨天我在。哦，我们会场跟你做的报告，做的教学，来，各位请看哈、哦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加权指数，这是加权指数，哦，那么我给它三条平均线，三条，啊、哦，小美，你哪跟我讲平均线？我好一三条，好、哦，一条，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你用短、中、长期啊，随便你要怎么讲，那个不重要哦，所以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这里，这条。这个的点位在高清七八七十四点，伊若无破这个高清七八七十四，明仔载一直到后日，伊就是大起，搁大起，还知没？好、哦，要不要上万点？我觉得根本就不重要嘛。好，啊，伊若唔去过9774哈，我来讲，你就准备预备修正再修正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为什么是9774？我可以三条移动平均线，你一定问我说，所以你给他这一条叫周线五日移动平均线吗？来，把这里放大，
这帮我一个忙，我是写偌济，我写死，我写我们的欧北来，人家均线周线一礼拜五天，哪有人会用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都读甲袂晓变动，安尼你甲一般的分析师有啥物无共款？不是啦，我只问你一句话嘛，那你跟一般的分析师有啥物无共款？啊，你们都赢足多，啊，唔都拢足准的。把这里放大，你跟我一起算哈。昨天在会场你有来上课的，我们是不是算到礼拜六？你告诉我，到礼拜六当天你要用几天移动平均线？用三天，三天。啊，今仔日嘞，今仔要用四天。啊，明仔载用五天。啊，这样每一天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好，所谓的周线代表过去一个礼拜，五天。月线代表过去一个月，二十天甚至是二十二天，好，你看你怎么适用。季线过去这一季这三个月，怎么这样子看怎么会赢？那安尼看赢啊，我参加你会员的。所谓的平均线，叫做你在测算它的平均交易成本，这个叫波段移动平均。波段移动平均的测算方式是已经发生的最高点，它真实发生的波段，各公几拜，我不猜的，我也不赌的，你猜不？我也不跟你什么扣底的，那个不是个，那他个模糊吗？他明明最高点在几缸、冷缸、三缸、细缸，明明是细缸，你搞讲五缸，我要做天海瑞，那明明都几缸、冷缸、三缸、细缸，哪来的五天？从最高点起算，今天是第四个交易日。好，从本波段的最低起涨点为这天，这是不是起啦？是不是抬软？是不是起？有无？啊，对嘛。好，从这个最低点起算到今仔日，总共十八个交易日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怎么看呢？我就这么看呢、啊，我就分别给他一个四天的平均价格。跟十八天的平均价格，那是到今天啊，那明天呢？明天刚好从高点起算是第五天啊，所以利用波段平均，我可应该要测算明天就五啊，后天就要六啊，都不一样啊。你要去测算每个波段，你可以非常精准去了解，不管是台北股市今嘛外资，今嘛国安基金，今嘛政策基金，因的平均交易成本是落在多几个点位。安尼知未啦？啊，你也要用五天、十天，我无意见，好不好？我只告诉你，这里叫9774啦，这里叫9590啦。伊俩够底9174，我告诉你，卖空三月看万点，搞不好这个礼拜你就看万点了啦。啊，伊俩破9774也看到万点，我怎我连这台我拢甲吞落好啊？9774都徛袂掉，看下就一万点，你拢是咧讲啥物？所以不是不要去猜行情，有什么好猜的？对就对，错就错。你每天都要赢，你每天怎么赢？你每一笔都要赢。什么叫每一笔？就是我有发简讯给你，你看到简讯你就出手。哎，姐妹，我如果发20通，我都乱来，我都诈术。我发给你，你就照着简讯做。你只要有收到简讯上面的数字，每一笔都赢。这才叫每一笔，我有通知你耶，有给你推荐的，有给你建议的，啊，你就给他出手，你就给他做多，你就给他放空，啊，你每一笔都赢，这个才对啦，而不是用诈术、用不死的。跟各位分享，这个叫波段移动平均。好，整体上说，你问我今天怎么看？今天当然就看9774，徛会知，那代表讲整个盘势格局还是蛮稳定的。破了，当然还是多头，可是代表说这里是一个整理修正，这个修正格局的上缘9774，下缘9590，关键在于要不要守在这个七四的上面，还是在下面？我赶快哈，上面跟下面对未来这个礼拜你在做评估，当然就不同啊。你了解没？你说那接下来我到底该怎么做？你就这一秒，该做多，还在没？弄做多，明仔才多少嘞？你爱多赚啊！我讲一摆哦，你起码给他做多。明仔在台北股市落一百点，
后日阁落一百点，结果你多单大赚。你我敢袂使放空？会使了，你甲放空，就这一秒。啊，明仔载台北股市大起，后日阁大起，然后呢，咱嘛爱甲大赚。林小敏，你讲这个真的是没人听得懂，这怎么做得到？所有会员每一个，包括你昨天会员哈，会员朋友，包括不是会员的，有到会场上课的，你照我告诉你的做。我马跟你讲，在一点二十，我已经发简讯给你啊，哦，你就等着看。台北股市明仔载大起，搁大起；台北股市明仔载大落，搁大落，我拢要干赢。就这一笔，就一笔，就要赢。你说怎么做？两分钟后马上向您做说明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唇疑论诊不是画大饼，期待获益货真价实，每月净值加30，当冲 PSY 课全程清代现身临，咨询电话0800-55808-0800-55808。变成功，肯定会成功，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，强棒系统评估，制度优化，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唇疑论诊不是画大饼，期待获益货真价实，每月净值加30，当冲 PSY 课全程清代现身临，咨询电话0800-55808-0800-55808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台湾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个有说环保啊？你看纯天然，讲究好，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。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。台湾人，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哦！一样哈、哦，麻烦帮我一个忙哈、哦，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里放大就好？特别是会员哈、哦，你是我的会员哈、哦，拜托你，剩我九厘哈，包括你是我们赖的好友哈、哦，我念给你听哈、哦，我只能用念的，我不能讲我们的操作方式，好不好？因为共赌变违反规定哈、哦，我只能念，这叫2W4，对不对？二叫二月，这七叫2017年二月。W 四的第四礼拜，一个叫做79700，啊，今麦只是85，那唔对啊，好，一个二月第四周，对不对？2017年二月第四周 P9800，今麦即时报价44，好，来看上面，今麦加权指数台指03报价是不是9771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加权指数今麦。即时报价是不是9773.13？没有错吧？好，来，安尼就好啊，不拢来做对啦。你说那要怎么做才会对？我已经讲过了，上个礼拜五个交易日，果刚上个礼拜，每天就只有一个当冲一个点位，对不对？当冲多，当冲空，搭配随机，因为它。PSY 不会每天固定出现的，它点位到了，该出现它就出现。好，举例，好，咱先看一下哈，咱看近来个哈，啊，有出现就有出现，啊，无出现就无出现，但我是会使安怎啦？
不啦啊，有出现，这是不是二月十八？是不是礼拜五？二月二十是不是今仔日？啊，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。啊，你著安怎做，安怎赢？啊，无我是要安怎去甲你讲落去？我哪知我要安怎去甲你讲落去？啊，无你讲第二个指标，第八个指标，第九个模组，你就只有一个，叫做五分钟 ，PSY。PSY 叫心理线，那 PSY 我们的做法叫做正五十跟负五十，就是安尼尔。啊，你家己看要安怎走，就是安尼走。阿公，啊，你当冲安怎走？我们就是每天每一天一个当冲，当冲多，当冲空，不管多跟空，就讲一个数字，无迄条三个、五个、八个，那个叫不实啦。我不想再讲别人了哈，我袂使讲别人了。举例，上上个礼拜五个交易日，你五天全胜，你没有一笔是输的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你只有输一天，礼拜三，我讲了对不对啦？我现在讲的不对，我停牌嘛，我还赔你嘛，安尼意思对不对？我只讲对的，没讲错的，错的错十次，跟你讲只错一次，我也停牌。我就讲，你讲输一天，输一个拜三，顶顶礼拜是五天全胜，顶礼拜六个交易日你输礼拜三一天，啊，过来是咪今仔日，今礼拜一啊，啊是袂使输一天的吗？你跟我讲要安怎做啊？我哪知影要安怎？叫报价9814啦，叫报价9752啦，啊，这 PSY 叫正五十啦，你感觉要安怎做？帮我一个忙吼，来。2月20，是不是9810？你是即时版软体的任何人，我跟你保证，你是在8:45，9810，就一个数字，8:45，一秒，叫做空。然后8:45，一秒。叫做9762，来看全图，不是长这样子。我停牌，我赔你。还有第二个指标，我停牌。你是不是只讲一个数字？那至于没有使用软体的，我发简讯给你，开盘两分钟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着它，再看一次。这是今天真实后来发生的案例。为什么上上个礼拜可以五天全胜？为什么上个礼拜只错一天礼拜三，其他通通都对，没有一个是错的？啊，这给哪给的？你需要的是高胜率的，不要想说我一天一笔，我这样两口单操作，给哪给够赢几能霸掉？不死哦，永远赚不到哦，画饼充饥哦，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该跟我是真实的。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？啊，这不是9810，啊，这不是9762，啊，无你搞讲是偌济？啊，这是 PSY， 8:45几秒？你跟我使用同样的，你跟我同样在开盘的第一秒看到9810跟9762，你没有使用即时版软体的，我。透过手机发简讯到你的手机上面，两分钟，按按好哦，对吧？9810跟9762，我都跟你讲啊，卖贼，最保守估计，你平均下来一天，你只要20点，你说20点，你觉得瞧不起、不屑一顾，对不对？20点，我用卡塔乌买呀，20点，你赢我看卖。不呀，你袂使讲做五遍丢一遍呢，你要几乎胜率都爱高下呢。你不，我做我对，我五次才对一次，我你嘞，你要90%的成功率呢。你袂使讲我成功率只有20%，还能摸走。今天我直接讲吼，我们今天欢迎短天期，安尼啥的，吼，你也紧张诶，你过去几干参加业者，你拢八遍拢不如预期，你讲我无一遍，
哇，你听啊，老师大家拢足厉害，结果无影无一只，对不对？来，短天期，欢迎你可以做一个询问，好不好？短天越短，你要多短都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问博弈给哈，你要多短，请你稍待，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服务人员做一个询问，那么要求你自己做决定哈。今仔日，今仔日，我给你做简报，一天你只要赢伊二十点，你达个月都足管足管，诶，操作绩效。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也祝福所有朋友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祝福你一天比一天赢更多，谢谢你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现在申请，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！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唯一论证不是画大饼，期待获益货真价实。每月净值加30，当冲 PSY 课，全程清代现身名。咨询电话0800-55808，0800-55808。变成功，肯定会成功。棒棒棒，一棒再一棒，棒棒接强棒。强棒陷阱选股，自动优化避开风险，掌握盘中波动，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。02-2578-3000，2578-3000。又安全的家换好啦，还不行哎，要投保住宅地震险哦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常常会有地震。地震好可怕，那我的房子该怎么办？别怕，投保住宅地震险就有基本保障了。要记住哦，有投保的房子若在地震后全损，就要马上跟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哦。好，这样我们的家就有保障了。住宅地震险，守护您家园。要过年了，年轻的下一代